即嘛是一个法院啦，吼，上八头卡院之中嘛一个，所以讲我定定我讲讲，这事这个，咱的这个一定爱来，做环保身体好，都无烦恼啊。因为我较早吼，我拢安尼，拢安尼压袂落呀。啊，我较早我拢无安尼做，我拢安尼，一直捡到我今嘛拢有法度安尼压呢吼，腰骨都软个咧。其他人穿这好好来单调无嘛，愈来愈，即卖人愈袂少服啦吼。嘿，你吼这物件这拢好好哩吼，喜欢就喜欢一下，需要那就靠我用较久啊，吼。啊，我若甲阮嘞，阮嘿囝拢嘛甲讲，你要买买需要就不要买喜欢的。我甲伊讲，拜三礼拜吼，我拢较晚，你免较早来，再来我拢穿。你有得你的心意嘛？多少都会啦，但是他即卖六十几岁来啊吼。迄个人功德在，趁功德在，世间财物食就好啦。家己爱弄时间啦，啊减困。以前人讲爱教育，有人讲，莫讲话啰嗦。我话用钱，我以为我即马我拢去办官咯，官呢，因玻璃变烂嘛，啊，千秋百年嘛变烂嘛。我你讲做你家己个，我你讲啊，较早你唔是，啊，较早我就无收，迄较俗个，但是咱是俗贵，上面讲个俗贵，莫互地球迄个负担遐重安尼吼。啊，即马咱拢玻璃，咱拢无收，拢楼上下来的，四楼个迄个雨水啊，我拢捡来，流涂骹，啥物货我拢忘记，流出来水。草啊啦，像隔壁的我嘛煞甲压。你洗偌久啊？我洗多冬，才十年。省咱的水，省咱的水道水，第一欠是省钱啦。啊，第二就是遮好、遐好个所在吼，啊，佮人爱有心的人安尼用佮遐好势哩吼。啊，遮呢，啊，佮来遮佮会当交流足侪朋友哦。早装卡囡仔，我拢是教我洗衫洗惯势。伫厝的时阵，真正是真袂惯势啊。厝我都讲啊，讲迄个爱洗水如金啊，我就所以讲洗水如金。感觉讲我拢时时拢把握了，今天真正用的时，我说我感觉讲把握该做的事啊。